有没有人现在正在头痛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帮你处理一下。好，您现在是哪里痛？牧师是头痛，他就是胀得很厉害的那种。是，现在整个头都在胀吗？对，然后的话就是右边的话呢会痛得比较厉害，然后好。他就是后脑的位置会比较胀痛，然后前面这里也是这样。你后脑痛的位置在哪里？这两个位置，然后的话就是右边会比较痛。是在头盖骨吗？你的后脑，还是在颈椎的地方？就是这这个是吗？对对这里，对，不是在下面不这里，是上是一在点，上面这里。再稍微下一点点，再下来这里，这里吗？是，这里，是这里很痛，是吗？是，然后再上一点点也是，在上面这里也是，是，这里跟这里，是，啊，这边会不会痛？也痛，只是没有右边痛的那么厉害，好，这里也痛，对不对？好，是。那常常这样痛吗？就是如果说情绪波动的比较厉害的话，就会比较痛。有时候痛，有时候不痛，是。有时候一整天都不痛。对。今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痛？应该是这10多天来都是有痛的感觉。是。那这个病如果以原始点的角度是容易治疗的，因为它不是一直24小时在痛，所以表示它是由筋绷紧。那我们现在我在做之前，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，您头转过来，是，他刚刚举例哈，他这里正在痛，那头痛，如果头盖骨上面痛，那就是按这里。还有这两枕骨下缘，那如果他这里也在痛，表示他这里的痛是由耳后这里引起的，所以这里只要按这两点，我相信他的头应该就可以改善，不一定要揉到枕骨下缘，因为他枕骨下缘两侧这里都很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摸的，你这里也在感觉痛嘛，是吗？所以这里应该就是引子，那头的问题就是，今天我就按耳后这两点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对不来起，帮你做。张医师，还有这个额头的位置也会有很胀的那种感觉，额头也会胀，是吧？是，好，那我再帮你做一下。感恩。好，不会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找耳后这个原始点。好，我就直接按下去，这样会不会很痛？很痛，你稍微忍一下哈。好，这一边我再帮你按一下。帮你舒缓一下哈，谢谢。你后面这里还会不会痛？现在没有感觉。现在我帮你舒缓一下，这一边再舒缓。当我按这两点的时候，这个枕骨后面这一条，也就是枕骨下缘这一条的痛，它会解决，
那头痛方面也可以解决，只要这两点。那如果他这里没有痛，可以直接再帮他加强这里按，他会更舒服。那所以我们现在按这两点，如果他头还是感觉怪怪，我们再按这里就可以。好，我们先这样下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刚才是比较胀痛的地方，现在已经没有痛，只是头部的这个位置还会有点胀的感觉，是。这个就是我说的，如果后面这里痛，我们按这两点，它这里就解决。那如果上面还有，那我们还要怎么样？从后面整骨下沿，所以头部延时点就是从耳后这两点，还有整骨下沿再做。所以我现在再帮他整骨下沿，再按一次给大家看。这才是全部的头部延时点。好，这里疼吗？这里更疼哈。这里很疼。这里呢？这里疼吗？这里也会。这里呢？这里就不会，到这里都是疼的啊。好，你现在头在里面，好。这里疼吗？一点点。啊，这里呢？哦，是。这里也是很疼哦。这一点最疼是，啊，好，啊，这里疼吗？疼，哦，是。也是这里很痛，好，这样我们已经处理完了。他真正的痛点，我跟各位讲一下，他除了耳后这两点，再来就是中间 这两点下来一点点都痛，尤其越靠近中央它越痛。好，我帮你舒缓。这里连舒缓都痛吗？是。是哦。这样舒缓舒服吗？舒服。这里这样舒服哈。是。我先帮你舒缓一下。我这样舒缓你就痛了。对，这个位置很痛。很痛啊。是。我这样等于轻轻摸而已啊。真的绷得很紧。好，这样可以。是。你可以慢慢起来，好，再看一下。是，感恩张医师。不会不会，是减轻了很多，是。这里就比较舒服了。是的。是，所以你回去还要温敷。好的，明白了。是，所以他的头痛虽然是在枕骨下沿，
还有头部，它真正引起它的就是耳后这一个筋，还有枕骨下缘这一条，好、哦、造成的。那一般所有的内科，我说按推，再来还要怎么样温敷，它也应该就是属寒，因为我刚刚帮他推筋的时候，他那个筋比较紧绷，啪啪，哈、哦，那个就比较硬。你舌头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大家看哈、哦，旁边有齿痕，还有白白的，好、哦，那个就是属寒，所以还要温敷，哈、哦，好，好，感恩张医师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